今天再来谈谈《易经》里的理财之道，《易经》教你怎么理财。在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，跟钱财有关的有乾卦、大有卦、大畜卦、古卦、屯卦、小畜卦等。这一次说说小畜卦。小畜卦讲的是如何积累财富，又叫丰天小畜。卦象上卦是巽，下卦是乾。上巽为木，为风；下乾为天，为刚健，为金。小畜卦是讲一小蓄大的智慧。这一卦告诉人们。 在做某件事情之前，进行一次力量的积蓄是有必要的。凡事不可能顺风顺水，一挥而就。如果在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成事之前，要停下来积聚一下。就像下雨之前，水蒸气酝酿成云，然后聚集着，到一定程度就会下起雨来。小须卦下卦事前代表刚内在要阳刚坚毅。想积蓄存得住能量，你内在要刚，要像乾卦一样刚强有原则，不动摇，不会受到外界影响。 这样你才存得住金钱、财富等等。上卦视训就是像风一样。当人在积蓄力量的时候，外界常常会有阻碍，例如来借钱的人很多，你要怎么办？拒绝怕得罪人伤感情，所以要像风一样飘，用软钉子拒绝，不让对方夺取。例如你可以说我才想跟你借，家里人家来要债，怎么你就来了？装可怜、哭穷等等方法，这样的软招比较不会得罪人，钱财保住你就能小觑了。当你弱小又有被人家惦记的资源的时候。 因为硬刚不是明智之举。来看小旭卦的卦辞，代表你的外在要阴柔忽悠借口，用软钉子，内心刚硬的拒绝一切，你才能小蓄积累财富。小旭卦是以小博大的智慧。虽然自己本身实力不足，但是如果善于利用各方的矛盾和资源，积小胜多，以柔制刚，以阴制阳，也可以小蓄。大自然在矛盾双方对比力量悬殊中，阴阳不调、进展不顺时，经常出现的一种自我调节状况。小旭亨，密云不语。 自我西郊，天上有风云，想形成雨下下，但重点是要积累足够才会下雨，而风吹的方向不一定，一部分的云只能靠风从西北吹往东南聚集，云一往东南聚集多了就会下雨。自我西郊为云，部分部分移动，最终积累到能量，完全就会下雨。人想要达到一些目标，跟云要变成雨一样，例如买房买车等等，要靠自己小数量的蓄蓄积累，不断累积、聚集、储蓄累、累积财富，通过积累小额资产。 逐步增加自己的实力，直到跟云够多下雨一样。在小有积蓄的时候，还只是刚刚站稳了脚步，没有办法采取大的行动，事事都得储蓄力量，击杀成塔。要好好培植自己的实力，等待时机。人在实践中需要注重以单位处事，不超越自己的能力范围，做到有积蓄和储备，才能取得事情的成功。相曰：风行天上，小序，君子以义文德。 当然，小有积蓄的时候就要考虑下一步的发展，修养自己的个人认知能力与专业能力。在小有积蓄时，能力还不具备做大事的条件和能力，不能做大事。这时候要把握时间，好好修炼自己，因为风还在天上吹，等到水汽足够，自然就会下雨了。小蓄者勿因善小而不为，不要忽视一些看似微小友善的事情，积累多了，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和事业。 产生重大的改善，让我们来看小虚卦，第一爻原文：初九，夫子道和其旧。记忆就是走大道回家，回归正途，走自己的路，有什么罪咎可言？记忆回归正途，人迷途而返的意思。此比喻君子回归到自己的原则，也就是说，一切事情在开始的时候，尤其需要谨慎面对，以免后患无穷。第一爻要,要能够自反，自己反省。 富于道，相曰：富自道，其义即也。把影响正确的路上的欲望和念头消除掉，想储蓄就要遵守原则，不要动摇走错路。如果被影响，要改回到自己初心，继续积累。行动要能验证到初心，不断往正确方向调整，才能逐渐发展壮大。走回对了路子，积累储存力量，你就是吉利的。第二爻原文：九二千富吉，牵引而回家吉。比喻继续努力积累。 相曰：千父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已经动念的时候，要以诚敬来限制，要牵制，要控制。因为九二刚中有德行，上下三阳同体，可以牵连联合起来，他们要一同走，一起合作，共度患难，用力走上恢复之道，结果是吉祥。第三爻不要太过强硬。原文九三于说服，夫妻反目。相曰：夫妻反目。 不能正视也，念头已经发出来了，已经动了念头，就很难停止，不容易拿掉了。因为九三阳气过盛，有充足的实力，容易骄傲，自以为是，就像车子的轮轴脱掉了，不成其为车，寸步难行，不能动了、啊。经过初九九一卦后，存了钱，有了积蓄，夫妻关系竟因积蓄分配反目，所以因钱财惹祸张扬就麻烦了。有点积蓄，朋友、老婆一堆出来要钱。 身边的老婆最早发现，所以反目，所以想要继续积蓄，必要有距离，要有警觉心。第四爻六四有福，血去涕出，无咎。相曰：有福涕出，上何治也？意思有诚信，血流去，恐惧除，无罪咎。小有血光之灾，虽会流点血，历经恐惧，但能够免于罪咎。白话一点叫破财消灾，钱存够终要破财。 猪养肥早晚被杀，但只要秉持诚信，恐惧自能消除，不会有事。秉持诚信就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双方都要有诚信，你的财富就安全。六四爻处护体离中，对上离为兵戈，对为瑞为伤，因此有血光之灾。但借钱他人流血损失是早晚的事，甚至反目成仇。第五爻九五有弗鸾如父以欺凌，相曰：有弗鸾如。 不独富也。象辞上说：“有福性而相互连带。”这是说君王实现全民的富有，而不是只有自己的独富。领导者能诚信的与大家心手相连，紧密配合，同心协力，有福同享。良性的循环会由小序转趋富有。作为小序卦的君位九五，要化解密云不雨的局面，把你的富，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，富有之位大业，尽可能帮助所有人，让大家能共同富裕。 九五之尊是皇帝。古代治理国家要懂得分配资源给天下，国家真正的富裕储蓄藏富在民，领导者带动共同富裕，由小蓄变大蓄。第六爻，原文：上九，既与既处，上得在，复真利，月己旺，君子争凶。象曰：既与既处，得积载也；君子争凶，有所宜也。白话：雨已经下了，也已经停了，希望车子得以运载，准备出行。 妇女坚贞而艰苦，已经月圆之时，君子出征不利，凶。因为上九是小婿的最高点，畜养已经到了收获的时期，各种潜能都实现了，所有的趋势全部展现出来了，有了结果，都得到了安顿。这时候要推崇德行，如果德不配位，对身上有巨额财富的人相当凶险，很多富人都要去做善事布施，因为一有钱就会有危险，骗你的人来了。 害你的人来了，绑架你的人来了，或用美女诱惑你，用贪心陷阱投资赌博，做生意利诱你，让你入局骗光你，跟你一样或比你穷的，看你变有钱就极度眼红，然后一堆亲朋好友来向你借钱了。所以君子出征不利，要等待时机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小婿知己而成，不可急于求进。碰到雨阴止，不必冒雨而行。既然已经下雨了，就不应冒雨行事，要处止。 否则必有特殊原因，才能冒雨而行。懂得时与事即正，做事时时时事时正，就能快快乐乐享受成果。想成大事，必先学会吃亏，有德才能载，呼应了君子厚德载物。天之道是损有余，累积多的有钱人要守住也是相当不容易。很多有钱人其实过得比穷人更苦，每天操心怕失败，怕吃亏，怕人害，吃不饱睡不好。 所以，君子争凶，动弹不得的人知足常乐是第一名。钱财死不带去，所以我们达到小康足够是最好的境界。太多反而有害，因为驾驭不了金钱。大部分中了乐透大奖的得主都会返贫，而且会有很多灾难降临。因为有钱后，人容易被欲望牵着走，迷失自己本心。这一卦就是要告诉我们，钱累积到你无法驾驭是灾难。越有钱越要修得低调，所以前几卦驾驭钱就是吉。 以上是我对《易经》小畜卦的解释，希望对你有所启示，祝你走向成功，谢谢收看。